你已经疯了哈！努力了，应该不会那么傻，数那么多圈了哈。说不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。我中午的时候试过了，035没打开。我们要不要这样，从这个数字往上试一下，能不能打开？好，到底是啥？待我试完这组数字。我省点时间，我说出来，推完以后我来像小齐那样怎么样？帮你拿，可以。他们不会觉得在我这儿。迪哥，啊，多少？密码是多少？042。042。来。这个是那个小刘发的，他用这个爱学分哥哥当头像。雷哥拿了1500，我们在花下见，接头暗号火星鸡。但是这个42代表着啥呢？花就多了。我们分道扬镳就此，可以，有机会再见。